该有个了结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你看，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段英红，你可真是个阴狠歹毒的女人呐！哎呀，我不想怎么了？我不想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楚公子他。好大的胆子！姓楚的，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平日看你一表人才，你竟敢跑到百善庄对我妻子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情！赵七，不要跟他多说了，送他见官去。段英红，这一招你真能得逞吗？咱们公堂上见。丁公公，大胆刘文，国主手谕驾到，还不快跪接？国主万岁！什么？国主，要我把牢里的那个淫贼放掉？谁是淫贼啊？大胆！你可知道牢里那个人是谁？他就是国主。什么？他就是国主？主驾到！恭迎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人免礼，谢国主。姓楚的，你不是被关在大牢里吗？大胆！竟然敢对国主这么大不敬！来人呐，走，掌嘴！是。大人呐，大人，打得好！大人，姓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主。魏青林，他不是国主。难道连我这个丁公公也是冒牌货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本来就是冒牌货。刘大人，你来告诉他。大胆！你们分不清谁真谁假，难道连本官也分不清楚吗？你们如敢再胡乱讲，我每人赏你们十大板子。刘大人，是，无需为此等小事动怒。上来吧。遵旨。